啱啊，因為佢攞咗，之後俾人偷波。哎，俾六號偷波係嘛？第一下。係啊係啊。前腿漏呀！依家前腿人讓咗，開球。要解釋翻，頭先有分工嘅，底線係做下盤嘅犯規，主要啊。出面嘅球證係睇上身啊，腰上面嘅大部分嘅犯規啊。所以大家雖然睇位area 一樣，但係嗰個位置唔同啊。我睇。两套
十二手你明白。加车手，加车板，到埋先再换。多等佢，我多等佢。慢啲啦，慢。天包四次，黑色天包四次。30秒。18秒。36，他领先第二资源。